这么一个野蛮的女人。你认识孙宇啊？你想钱货通吃，世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？你说什么呢？什么钱？什么货？看来我是非来点厉害的不成了。你以为昨天晚上的事儿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的过去了？啊？想起来了？想封住我的嘴可以，把钱拿来。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知道。好，我找警察说去。
车撞翻在地，但很快黑色轿车就追上了李小小。李经理，快上车，那个人马上就要追来。是高总派我来接你的。你快上车，没时间了，你不能落在警察的手里，快。坐在车里的李小小随即询问男子身份，但男子只说他是高总朋友，其他的
这两伙毒贩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交易，但交易目的却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救出李小小。高博文不惜用价值千万的货来救李小小，心里究竟盘算着什么呢？好，开始交易吧。行啊，我的人呢？放心吧，安全的呢，车里。先看货吧。嗯，好，给他。等到大头验完货后，高博文命手下过去将李小小接过来，岂料被大头拦下，吩咐小弟将货拿走，把人带出来。两名小弟随即起身，提起背包向后方走去。只见小弟带过来一名蒙着头的女子，高博文立即上前询问：“小小，小小。”但并没有得到女子回应。把头部摘了。摘了，你他妈屁！而大头却一脸轻松地说道：“我一向遵守诺言，但这一次我不得不防着你。”高博文气得脸都绿了，质问大头小小在哪里。大头随手指了指胸口位置，从里边拿出一张纸条递了过去，随即调侃起高博文：“这个女人对你来说真是一块宝，但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烫手的山芋。我可不想把这颗定时炸弹带在身上，我要的只是那批货。”“老子不相信你，老子崩了你！”“崩了我？”只见大头一脸轻蔑，随手掀起衣服露出了身上的东西。几人见状立马不淡定了。那边守着小小的人跟我一样，今儿只要咱们安全离开酒店，你的小小也就安全了。我说现在博文，你赶快去救你的宝贝吧。殊不知此时警方已经包围了这里，就在下令行动时，不料一旁的小弟发现了异常，几人见状立刻开逃。见高博文越过了边境线，无奈之下警察只好放弃追捕。另一边，大头也逃到了一辆车旁边，刚上车，不料吴警官早就在这里等候多时。大头见状立刻亮出身上的东西，威胁吴警官要是不按他说的做，就跟他同归于尽，随即示意吴警官让他开车前往边境。无奈之下吴警官只好照做，但此时另一名吴警已经悄悄爬上车往副驾驶移动。这时吴警官在后视镜中看到了同伴，这时车上的大头也察觉到了异常，随即威胁吴警官将他甩了，说着就扒拉起方向盘。就在两人争夺之际，同事见状跳进了车内，从后面锁住了大头脖颈。别动了，他身上有炸弹。雨翔，跳车，咱们的队伍在前面，我要把车开到安全地方，你先盯着。快盯着。而这边高博文在确认安全后，掏出了口袋里的纸条，拨通了一个人的电话。顺子，你赶快记个地址，南河庄15号龙院，左边房衣柜后的密室，记下没有？好，你赶快去救小小。另外，如果看见有人看着他的话，警方他身上的炸药。好，就说之后按计划把他送出境。与此同时，警察根据抓获毒贩的交代，迅速锁定了一处民房，一脚踹开了大门，只可惜。
听到这个名字，李小小瞬间崩溃，她不相信最疼爱自己的舅舅竟然会做出这种事。小小，我会证明给你看，杀死你父亲的就是陈山石。大哥，不好了，李光武出村寨了。刘子，一定给我拦住李光武，绝不能让他向警察屈服，一定要封住他的口。不行的话，干掉他。说完一切后，高博文默默离开了房间。与此同时，吴警官也从高博文发来的勒索视频中发现了李小小的藏。奶奶，他杀了我妈妈。那谁杀了高博文啊？此时的陈山石还没有意识到高博文已经死了。为了不让陈山石怀疑，两人决定假冒高博文。就在说话间，李小小从后视镜中发现了异常。你看后面那辆车是不是在盯着我们？这是好事啊，说明他们上钩了。此时车内的三人还丝毫没有察觉，正跟在他们车后准备动手。就在这时，管家突然发现他们的身后跟上来一辆车，怀疑车里可能是警察，于是吩咐小弟盯紧点。但随后那辆车就径直超过了他们，驶进了一道岔路口，危险解除。管家见机会来了，迅速吩咐小弟动手。随着几声枪响，吴警官的车胎瞬间被打爆，接着车辆就不受控制地停在了路边。吴警官见状立刻下车，拉着李小小跑向了丛林深处。但很快李小小就由于体力不支，速度明显慢了下来。不料此时的管家带着众人也发现了他们的身影，二人见状立刻朝山上跑去。但就在刚跑上一处山坡时，吴警官就被追来的管家一枪给撂倒在地，滚下了山坡。高博文，快追！喂，喂，阿坤啊，怎么样了？老板，高博文已经死了。怎么死的？我开枪打死。
你确定他断气了？是，我打了他3枪。马上派人去找到他的尸体，给我烧了。是。管家收到指示后，立刻命令小弟去山下寻找吴警官，而他自己则跟随李小小来到了一座庙前。只见进门后的李小小立刻双手合十，在佛像面前开始祈祷。一旁的管家见状，连忙催促李小小：“咱们该回去了，老板已经在家等着你呢。”而李小小则告诉管家，今天他要在这里出家为尼，用自己的下半生吃斋念佛，为舅舅赎罪。管家无奈，只好向陈山石打去电话。哎呀，小姐就是在发脾气，你好好哄哄她，赶紧把她带回来。她说，她要在寺庙里落发为尼。胡闹，这简直是胡闹。听到此话，陈山石立刻挂断电话，驱车赶往了寺庙。他不能允许自己最疼爱的女儿为了自己下半生在寺庙里度过，他一定要阻止这件事的发生。然而让他不知道的是，这将是他的最后一战。见到陈山石到来，警察也迅速包围了这里。而这边，李小小看着最疼爱自己的舅舅，对他发出了最后的灵魂拷问。孙宇的死跟你有关，对不对？你宁愿牺牲我，牺牲我的名誉清白，甚至牺牲我李小小的身份来保全你自己，你真可怕。你跟舅爸爸说实话，你到底想让我怎么做？自首。我知道，如果我去自首，等待我的一定是一颗子弹。舅爸爸，如果你去自首，那颗子弹我和你一起承受。舅爸爸大人，我去自首。我去自首。最后在自己最疼爱女儿的劝告下，陈山石最终选择了认罪伏法。法律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但也绝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，而那些做错事的人终将会得到应有的惩罚。感谢各位粉丝的喜爱和支持，咱们下部剧见。